一级学个艺，先摸几下小兵啊。哎一下，嫖的海骨走。一上来点，再点走。他段儿我们不上了，那你就别补刀。最好是别让兵线进塔，哎，就一直在这放着，少 A 几下兵。但是应该不太行了，那还是让他进去吧。进去了，我们兵线会好一点。一下，扣一下。先查个眼啊，看瞎了搁哪。来上，我们有药不怕啊。太猥琐了，这塔下战神呢，赶紧把线推过去把它放出来啊。丢了我好几个兵。你干啥呢？来人了，不会吧，这也能扣肉啊，老年人摸眼儿啊。摸的可挺快呀，回家了。来个皮孩，这样能出个小药。不过刚才那瞎子这个位置都能踢着我，我是没想到的啊。人儿呢？先扣一下 ，A 一 A， 再 A 打不溜死了这波，耗点盐，扣一下。你不会真的以为你能跑得了吧？啊、嗯？他只要刚才 Q 没有 Q 到我，他就死了。我们只要拿 W 把他的 Q 一躲，放一个双 Q， 哎，就拿下。
好打吧你。虽然盖伦他不是一个用蓝的英雄，但是如果你随便用技能一样不行。这波还是能杀的，看他位置。先破骸骨，再打 W， 两个全打完，我们就杀他。车也不补，行，你就一个也别补。行。你看，像这个一呀，这个一撅没一到，他再敢往前转一下，他刚才他就死。死了他，六秒以后死，六秒、五秒、四秒、三秒、两秒，往前上啊，上一下就行。你跑你妹呀、啊、上当了。还行，一换一可以接受。哎呀，关键这人太能跑了，你老跑什么玩意儿了呢？你是那马上我刚才我就这么点血，他还跑，我都不知道他跑啥。一个大就死的玩意儿了，非得要跑，也不知道跑什么玩意儿了。这下路怎么回事？挂机了啊！我必须得贪，我不贪不行。我们肯定得贪一手，贪完回家。呀，下路没了呀！你咋不见他放大招？他哪有大呀？他也得有大吧？他没有大，他咋放啊？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这挂机的咋这么恶心呢？快点帮我把这上塔拆了！哎呀，
守高地呀、啊，守高地呀、啊，守高地呀、啊。完了，高地没了。走去趟种族，我上塔不推我都没地方去，不去了，这边知道我来了。去不了了，小龙给了吧。哎，回家。对面居然不拿小龙，拿的这么慢，有机会啊，有机会。寡妇龙王还可以，小黄毛发育的也还可以，我们把上塔一推，只要能把上塔推了，赶紧帮我把上塔推了，推完以后我们就解放了，要不我现在我都没办法去别的路。寡妇怎么不过来呢？哎呀，我没办法去中啊。你过来帮我把他强杀了，别在那乱晃了。双杀这波不亏，没事让他低。锤石杀了，他打不过我。哎，这也能 W 到我呀，算了，这么地儿吧。这好多针眼儿啊，走了，回上路，赶紧帮我把上塔推了，你不帮我把上塔推了，我这没有办法去别的路，我们这是没办法团。一会儿对面又打个峡谷先锋，我们又得被迫防守，很难搞啊。你看，又把峡谷打了，我们又得被迫防守。外塔不推，兵线太差了。
找你不走，你奇了个怪了，快点快点快点，快上不走。往我这儿走，哎，这瞎子挺有意思的啊，好勾，这波可不好上啊，我们现在只能靠着防御塔跟对面打，你知道吧，没有防御塔我们是打不过的，必须得要个防御塔。小龙这条可以拿，可以拿可以拿可以拿，就是寡妇没大招，不过我状态还可以啊，先把这 AD 杀了，再把这卡特杀了。哎呀，这么难打的感觉打不了我这。我们家的 AD 特别猛的情况下才能打，关键没辅助他没视野呀。你像对面的夸夸夸做视野，全是真影，俺们这啥也没有，你说。不行，给了吧，不行，打不了。这视野这茬确实是有点烦。谁整个眼石吧，要不这怎么死的，这是哎，你为什么出来了呀？这不能出来的呀，这怎么出来了呀？那对面开图跟我们玩，我们怎么玩啊？哎呦我操，一点视野也没有，简直是吐了。我都根本我就没办法玩，我根本我就上不去，你知道吧。你能跑今天就算你厉害。哎呦哎呦，
就两个人吧，这波三个，等六秒，上。啊，是吧？他还有个那啥。这可怎么整？全是金身，他还有个金身。哎呀，玩个屁呀这。两个金身，不过我们杀到了八个人，可以接受。可以投了，兄弟们，最近猴哥不好意思，跟你有啥关系？俺们家辅助自己退了，那你说咋整？因为啥呀？掉线了？我这装备好到都是。就是能一个打俩的那种程度，你知道吧？我这装备好的，不用打俩，我能打仨。就差点视野。我的办法，地图有点黑，少个人儿。给大家来个小抽奖啊，要参与可以参与一下。这啥呀？晋级赛失败了。